哎，你好，是建工集团吗？啊，是那个什么，因为我刚才语音电话，我接那个按了那个秘书室啊，没人理我。那个，我是那个房天心的爸爸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我就想请问一下，他现在还在单位吗？王秘书办公室电话就没人接，你可以打他的手机试试。王总好，什么情况？王秘书的父亲刚才打了电话，说他现在还没回家，电话也不通，看起来挺着急的。赶紧去他办公室确认一下。是。会吧。王秘书，王秘书你在吗？出来呀，那个开关在里面。我要是能开门，我会待在这儿吗？那好像是锁坏了。你等着啊，我给你叫人去。哎，王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有点害怕。行，那往屋走。王秘书。你在门旁边吗？是啊。你让开。啊？你让开。啊！王秘书，你没事吧？王秘书，我这门怎么它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？你这乱讲我不顺眼，你也不能。我在这儿，你还骂人家！我确实没想到他这个门会坏了。你冷静一点，我这不是来救你的吗？啊！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我发现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变得越来越倒霉。哎！你这去哪儿啊？我顺便送。不用，我办公室里会有小人，是我闲话。什么小人？